敬的各位家长朋友们，中国新年将至，妈妈全体师生们用音乐和大家一起庆祝新春佳节，中国新年。我们欢聚在课堂，鼓励学习音乐，用一首好入美动听的乐曲，给家人们传递着祝福与喜悦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福气满满，心想事成。妈妈始终坚信，音乐是一种快乐，是一种思维的声音，是一种智慧的启迪。我们希望能让孩子们通过音乐获得更多的东西。让我们再次用音乐欢庆新春佳节，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，祝大家新年吉祥如意。